家好，我叫杨波，我在澳大利亚悉尼。我是来自巴基斯坦华商报的记者李超。안녕하세요저는한국의김수정이라고합니다。我想请中新社的问答二十代栏目。来帮我解答。Всё были поют эту песню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о, когда проводится съезд КПК。这些代表是如何从这么多党员中选出来的？中共党员之间打架和俗称“同志”这样的称谓有什么讲究？我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各级负责人都叫做书记？在报告起草前，先就议题广泛征求意见，是中共党代会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一个创新做法。党员之间的称呼看似相似，却关系到党内政治生活的大原理。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首次提出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。读懂中国共产党，读懂中国共产党，读懂中国共产党。欢迎走进中新社问答二十大栏目。